说法一，慈禧暗杀说。1898年6月11日这一天，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强烈要求下，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事诏书，由此拉开了晚清变法的大幕。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有力的政治支持，光绪帝单凭一腔热血的变法措施，不仅深深刺痛了封建顽固派，而且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权力中枢。变法仅仅持续了百日，便宣告失败。8月初6，西太后慈禧杀气腾腾地从颐和园进城回宫，借口维新派谋反，夺了光绪帝的权，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新出来训政，并立即以光绪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命令步军统领全力捉拿所有的维新派人士，尤其那个最该千刀万剐的康有为。当天，禁卫军就包围了康有为的南海会馆，而此时康有为已在前一天带着光绪帝托人送给他的密诏前往上海避难。慈禧太后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尤其是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始作俑者康有为。你以为他能如此轻松地逃脱吗？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为了搜捕康有为，军机处下令两次关闭城门，派出3000名士兵进行搜查。慈禧太后一边发布密旨，捏造了康有为禁毒药谋害光绪帝的事实，一边派出了飞鹰号快艇从天津出发，飞速前往上海追捕康有为。这个飞鹰号是刚刚从德国买来的一个快艇，炮艇了，是速度很快，据说它能够超过重庆号的1倍的速度，也就是说重庆号在中途，飞鹰号一定能追上它。但是这个飞鹰号的艇长叫刘冠雄，他同情康有为维新派，他到了中途，他把这个机一关，他说煤炭没有了，当时的炮艇是烧这个煤的，那么他说要折回天津，那么这样就是康有为安全的到了烟台。而此时上海的16铺码头上，政变的消息早已经传播的路人皆知，满城风雨。上海道台蔡军接到了慈禧悬赏捕杀康有为的密电，立即购买了康有为的许多画像分给缉捕人员。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悬赏3000元捉拿康有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上海的侦探和巡捕此时都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地等待着重庆号，他们要用康有为的头颅换取肮脏的赏银。得知没有抓到康有为，慈禧一时龙颜大怒，据说慈禧又派出4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名叫乌坊，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并承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进封。慈禧太后以为这一次康有为必定插翅难飞，可千算万算，慈禧忘了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此时康有为已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的李提摩太受梁启超的委托，请他营救康有为。那么李提摩太是在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英国传教士，传教士跟英国的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打电报给上海的总领事叫白丽南，说请你设法把重庆号上的康有为救下来送到香港。所以康有为一听啊，才知道北京发生了戊戌政变。